行程。我们现在呢要去公园遛布丁，就是先让它累，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拿我团购台湾的东西，然后再去朋友家煮火锅，对，又是煮火锅，而且这次还是煮麻辣臭豆腐锅，因为我在一个韩国超市买到一包台湾的麻辣臭豆腐，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吃，所以就想就蛮期待试这个新牌子。You're nothing but mileage, I'll pick you up. I got you, I got you, I got you, I'll pick you up. 又在吃草，胖狗。哦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公园，这个公园算是我很喜欢的公园之一，因为它就是真的很漂亮。你可以看到算是湖吗？然后配着落叶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座位什么的。给你们看布喜累的时候玩球的样子，他会先去追，然后呢他会回头看，然后看我们有没有追他，然后他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往前。给你们看一下我团购的东西啊，没有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团购的东西，是我点了一包麻辣臭豆腐，然后还有两包的新竹贡丸，就这也是我第一次买，所以蛮期待的。天哪，开始下大雨，这雨也太大了吧，超大的哎！我们先来亚洲超市买一点火锅汤底，还有火锅料。其实已经有先买一些了。我们刚刚还去买了两个面包，一个是芋头酥。我真的太饿了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想来吃芋头酥，就是刚刚买的。可是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嗯，非常蛮好吃的。我试试看。不要。嗯，好吃。我们到家了，然后现在要来看韩剧。刚刚去拿了包裹，应该是我朋友的，就是最近吃法也有打折，所以呢就是帮他收包裹，然后帮他寄回台湾，就他也帮我就是寄了很多台湾的东西到美国来给我，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子互相帮忙。Neighborhood.
样子在车上看这些房子。假如等一下有那个 parking 的话，我们才会下车看。都全新的，很漂亮。view 也不错，其实啊，其实没有 view。这边这个房子我喜欢，这个漂亮，啊，好漂亮。我们下车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房子，你看全部都卖掉了，都还没盖好哦，真的很美哈，超美的，而且很安静。这 neighborhood 蛮好的，就是它有两圈的样子吧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有两条，所以可以带狗散步，而且好像那个方向有公园，所以也很方便带狗散步。这个颜色吧，这个颜色其实没有，其实好像比较喜欢蓝色那一个，或者是咖啡色，其实也不错，可惜都卖掉了。看到 Marineer， 这是西雅图，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山，view蛮好的耶。吴奇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这个 community 吗？小胖，你到底喜不喜欢啊？我们买房子有一部分也是为了你哟。都不理我。我们又到另外一个地方看房子，这个真是超级无敌大，超大，像皇宫一样。好了，没有到皇宫那么夸张，可是就真的很大。哇，这个也很大，而且很漂亮。前面还有一个，它这边看起来好空哎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盖完。我们刚刚离开就是第二个看房子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日本超市买一点东西，因为我们家的米吃完，然后还要去 Costco 一下嘛，也是买一点东西，然后应该就没了吧。对，啊，今天天气真的好好，明天要礼拜一了，我不想面对礼拜一。我们现在来日本超市，那吃花点还有些啥啊？东西哦，看见很多好吃的饼干。Let's go。看到这个巧克力感觉很好吃，所以就买了，所以我现在来吃。我真的很喜欢吃这种巧克力的包饼，但是只要看到我就会很想买。刷刷很好吃，你真的都没有看过这个呀、我找到了，最近就是一直看到大家说 Costco 可以买到一美的小泡芙，我刚绕超久了，就竟然藏在这一边，好开心哦！哪一个？哇！耶、yeah ！啊，好开心！可以结账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。所以我们买了 yogurt， 然后台湾小泡芙，还有 cream brulee， 还有这个奶油饼。对，就这样子。